这些人倒地有什么不同？哎呀，你知道土耳其人因为脸盲做过啥奇葩操作吗？2015年，俄罗斯和土耳其闹别扭，愤怒的土耳其民众为了报复俄罗斯，组团砸了荷兰领事馆。没错，白红蓝就是他们。哥哥们砸死我了啊！这吓得隔壁法国把国旗收了起来，生怕土哥打错人。打错人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国旗太像，二是荷兰俄罗斯领事馆靠得近，土耳其人没分清。但法国人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2017年，土耳其因为修改制度问题跟荷兰闹掰，土耳其民众再次走上街头，程序红白蓝，这次比不了人丑，上！哥，你看反了，我是法国。法在家中坐，土从天上来。不止法国因为不满我国少数民族待遇问题，土耳其人还找过我们的麻烦，所以他们在土耳其的中餐馆暴揍了韩国游客。No family, no family。 吓得日本发布禁游令，打没去土耳其哦，打没打没。亚洲脸认不清楚，老规矩看国旗好啦。于是，我的妈！到最后一刻，土哥是国旗和脸一个都没有分清，不愧是狗中哈士奇，国中土耳其。你知道他还有什么魔幻操作吗？抖音。